游民观将所，其实呢，观众秀哦，成本派系不同，很多的派系哦，真的是我们的游民观将所。我们的虎头将军哈，还有我们的引路的将军哈，这呢是一般在我们一般看到的官将手只有真神两将军哦，但是呢，我们这幽冥官将手呢，大家看到的不同的应该是说呈现的模式了，在于派系的不同，所呈现走的味道也不太一样哦。蓝霸王哦，在传统庙会，他哦是从那一般以公司来讲，是以基础员工做起，你知道吗？对不？哦，那就像那个传统的公司一样，你们有基础怕你，对不对？跳八哦，十四岁的跳八加九，那时候你想要唔听话，你讲咩？你想要吗？二姐那时候年纪18岁。18岁，54岁，那可以接受吧？可以接受。18岁就主持人。啊，咱今麦看到吼，是咱的甘流将军吼，甘流将军。对。啊，你看颁杯啦，啊，过来就是看咱的欢声。一般是咱百家将才看得到的。是啊。但是咱的幽冥观众秀就是要加入这个元素啊，所以他们的跳法跟我们的家乡就不一样了。是。你嘛是会跳沙坡站对吧？嗯。咱观众秀跟百家将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。啊，八嘎中跳起，小亮的音波，音部，哦，我动作比较慢。好，那即摆看到咱观众秀跳就是在沙坡站。是啊。啊，咱所有咱镜头人员哦，感谢恁日行日拢入到咱水平安西。啊，咱啊咧参礼的一个礼数吼，大家较感性一撮，因为吼大热天，而且咱后壁镜头阁真多，好，咱再麻烦咱所有。有功有票有顶，啊！咱的镜头人员吼，拜托一下吼，咱啊，你表演的动作，啊，咱尽量来个加快速度点哦。大家随意就好哦，随意就好，对。因为呢，后面的队伍还非常的多哈，啊，但是呢，现场好朋友，大家呢，欢迎大家来扫那个 QR code 哈，我们现场直播的 QR code， 大家就可以在手机上面啊，比较近距，有时候比较远呢，没有办法那么近看的话，大家欢迎大家来扫 QR code 哦。啊，这个动作，身为一个家将人员，知道他在干嘛？这你就不太知道了。是。这很使人讲的开戏门。开戏门呀。对，开戏门。
咱的范将军即摆就是伫颁布的所在。嗯，这关就是较早传统，咱谢范将军的故事。是。这颁布做桥牛。了。啊，咱谢将军伫咧桥卡咧找咱的范将军的故事，是为只原本而成的。但是你看啊，关键性嘛是安尼条。嗯、表示说这是一个元素啦，是啊，把我们八将军的元素掺杂在我们的关将手里面。那一般的呢，比较传统的就是关将秀，就是关将秀，八嘎囧就是八嘎囧。对。但是我们幽冥关将手跟一般比较不一样，就是他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、哦、是。那我们还有最著名的是八将，其实八将 也不只只有真神将军，是。是八将他说。说藏含在的意思是枷锁、枷锁，是一枷一锁，只是说他的脸谱还是以真实将军的脸谱下去做表现。那很多呢，我们像好朋友说，哎，那他们手持那个枷锁是要做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代的刑警，我们现在警察一样哦，做完让犯人的时候要拿什么？拿手铐的意思。是他的枷锁，也就是呢在捉拿这些哦。就是说比较凶神恶煞的哦，就用枷锁来把它制服哦。啊，这咱看到就是咱的新增强的兵法。是。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三位。是。啊，那一般咱观众手的兵法吼，跟咱家属的兵法嘛是啊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但是我发现我们幽冥关将手的脸谱哦，就是跟那个走位部分，八嘎囧的走位一样，是一种阴柔派的。是，它比较刚硬。对，它比较刚硬的那种模式。这是掌声鼓励，好，来来，幽冥观众手，来做感谢。好，来欢迎咱所有的点头，好，咱来做参礼的时阵，啊，大家加强咱家己的速度，是，欢迎咱后边点头，非常多吼，啊，咱点头嘛真多，好，咱感谢大家今日来咱淡水金兰山，啊，咱淡薄做速头前来咱做表演，啊，因为咱时间上的关系，啊，咱后边参礼动作，啊，咱来做一个干净啊参礼就好，感谢。咱保护千岁，那应该来讲是咱讲大西，啊大西这个所在，啊来拜咱张李莫千岁，是，有，那是，因咧讲的三千岁啦，嗯，以这些所在因的千岁来分别，都是以顺序下去做，没有错，号称是啊，那等于讲咱的三千岁，我咧讲保护三千岁，是，你是拜第三的，但是讲。张李莫这种派别的话，是就是讲着咱莫府千岁。是，然后包含在比如说我们的沿海地区哈，比如咱的上屋准那些准呢，其实呢，咱大家其实像比如说五府千岁、三府千岁，然后有真多拢是无同款的一段历史故事哦。你像咱东江市的阎王爷，伊个千岁就是一升起来是大王，是，过来就是咱李王、三王、四王、五王、大王，嗯，很多的派别的，是，不一定是我们的张李。嗯，对，也有可能是咱十年五年王爷，十年千岁，是，对。好、哦，他在那边和中江拜是咱祖父三位王爷啦、就是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以前来说在。